如今的天下，还如当年般太平吗？奉他之汗，厚为之苦，为何还要让我平倒覆辙？他要的可不是国舅的身份，而是马氏的天下。此仇不报，枉为人。为了大成，要有您的决心。上阳赋，每逢星期六和日傍晚5点，HUB都会台。